Hello， 现场即时路况，现在目前下暴雨，啊不，目前下暴雨，在暴雨、欸、刷慢一点啦，我刚才是不是太夸张了？现在可以慢一点了，刚才太夸张，那个雨是用滑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雨算很大了，现在有回转一点。你要说跑步的话不行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、我们这边好久没下这么大的雨了哈。这几天都在那地后啊，哎，那地后啊，说那天气很哦，现在就很大了啊，像我这样，你看根本看不到了，这雨就用泼的好不好？要多刷一下，多刷一下。有没有开大灯啊？有啊。要开大灯了，现在昏暗了，夸张了。我也拍一下那个即时的状态。OK。开慢一点呐、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这样镜头这样看，看那个感觉比你这样子我裸视这样看还清楚嘞。哎、欸，真的呢。也许你要镜头这样看起来感觉还蛮清楚的，可是我这样用肉眼这样看，啊，可能是我有近视啊，可以变成远的看比较清楚。可是用透过那个手机这样拍，远的看得蛮清楚的。暴雨啊哈！哎呀，我看到下暴雨了。我买了一桶肯德基。喂，喂，化工要过去。哦。要过去了。好远，再见。明天我们再来办。要、啊、不然你弄那戏剧那个电影1999不好看啊，都让老片什么，啊，我们不如就加200块就全部都看得到了、啊。那里面有电影啊，戏剧什么都有最新的我们都看得到了，没差那200块啦。反正现在那个就提到100枚了啦，一个都缴880几块了，差200块，凑的整数唔够好，对吧？不对吧？对啊，因为。像 MOD 哦，现在我觉得那个 MOD 戏剧，我觉得难看。之前好看都看完了，然后最近播的没有什么好看。那199嘛，戏剧199嘛，然后电影199我更不想看，因为讲真的，那个网络下载就可以了。我其实最想看就是看那些国家地理频道。我也不愿意。哎、欸，那个真的是画质好又好看。我喜欢。哎、欸，我喜欢看那个，我最喜欢看那个坠机的啦，哈哈哈，空难的那个。你要听到吗？我最喜欢看那个空难的那个啊！啊每次脸书看那个什么播那空难，都播那2分钟而已，然后意犹未尽。我看那个点那个套餐有没有看到完整版的那个，我就喜欢看的。对啊。我就喜欢看那个，为什么会空难？为什么会发生？就是一些小书事、小说才会发生那个。然后影片制作的真是蛮棒的。啊，这样包括那个什么华航的那个，不是华航的啦，复兴的那个啊，坠的那个、啊，那播的好棒 啊。可是只有看那一点点而已啊。我说想订那个续剧，就是全包啦，1000多块，1000出头一点。所以。国家地理频道真的不错，我以前看电视台的时候都看那个地理频道，他说你要通知才有啊，因为我们毕竟那 MOD 戏剧已经用了3年了吧，3年了，不对吧？嗯，哎呀，现在已经比较缓了，3年了，所以我觉得该提升就提升了啦，提升到自己想要看的，还是很晚，还有大了。我的意思说，刚刚讲的话题 MOD， 好，转过来。应该还蛮烂的啦，我又没办法拍了。所以 MOD 的那个东西，我觉得有时间去看不错啦，因为毕竟晚上都在家里的，我现在没有在晚上在跑步了，所以还是晚上无聊的时候要看一下影视剧啊、影剧啊，然后那些蛮好看的，对啊，所以要订阅。200几块开到爷，原本从几妹，原本没有像我那个没有几妹而已啊，一直提60妹，现在100妹了。夸张，然后最高是300枚嘛？阵雨吧。阵雨啊，阵雨啊 ，OK 啦。啊，都没有下了，你看应该也没有下的。刚刚用泼的好不好？哎呀，现在比较小了啦。好啦，生活记录到这边啦 ，OK。
拍了快五分钟了，刚才真的是暴雨。好了，按暂停了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拜拜，再见。